们现在就开始，我们就从你这边问，好吧？我的是有演八点档吗？有。哎，睡呢？你看他很会问呢，他超会问，很会问。来来来来，我的是谐星组的吗？应该算不是。给这答不出来，算是哈、哦，令人鼻酸呐、啊，令人鼻酸。还以为送分呢，来。现在正红吗？算。嗯。好，这两个有他夫妻有演过戏吗？有。这个男生主持的是六日的节目吗？是哦，六日的节目，线上六日超屌。换来，这样我还不知道。来哦，有了啦。哦，三二，白痴啊！有没有？有没有答案？这个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威廉呐。你有把握，你拿下来看看。我有，我啊，没有不对就输。威廉，恭喜那个黑队拿下第一点，来黄队惩罚，阔嘴吃四方，摸吉咬进来吃掉就结束。找去，对，哇，这不好找哦、喔欸，其实不好找哦、喔。好干，好干哦、喔，好干，真的好干哦、喔。找到，我好强哦、喔，好厉害，真的，好强哦、喔。好，女汉子，女汉子，这跳出来的，哦，厉害了，拿着新二代，哇，够简单，这简单，好，这简单吧，对不对啊？自抽自贴，那就可以组吧。好 ，OK， 来问，我的这个新二代有在现场吗？有啊，李长全，李长全，合理，耶。收到了 ，Kit 真的打铁 ，Kit 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他今天打铁，打铁的很严重。我可以提示他一个吗？哎，有一个电影很红，恭喜大家，什么答案？那个吴小珍啊。好，恭喜答对。皇上会有玉玺吗？太难了。答案是李玉玺。没有想，平常不会有接触。李玉玺超难，他真的超难的，因为差不接触。他这个真的超硬的。好，刚刚是黄队输对不对？这个真的超硬。像黑队输对不对？好，惩罚决战，暴气金钟奖。啊，金钟罩，金钟罩。Evers， 开始。哇，暴气金钟。小虎杂蛇鱼小拳，好累哦！还有你会吗？你会爬吗？你会爬吗，老翔？老翔，快婆啦！快婆啦！老翔，老翔，老翔，好累啊！老翔，我好累啊！老翔，我好累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来这给我加料哎啦！哦哇，我刚才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决战一题。好的，各位金钟奖演员 ，OK。我这个其实蛮难的。哎，演员，我真的没办法哎。演员比较简单。哎呦，我这不行哎。好，来来这边先问，她是漂亮的吗？嗯，漂亮啊。来，请话。嘿，来，请话。决战的这两个输赢，然后惩罚。因为王伯杰、修杰楷刚猜过了嘛。他第一个字是姓蓝吗？是。蓝正龙。等下，但是他要问完之后，他要猜，他才能猜。好，没关系，好。你猜完，你对，你只能猜，你不能，你只能猜。可以吃下来了。好 ，Let's go。给你十分。Sudden death， 宙斯赛。警察官，警察官，他把整本剧本，真的吗？不是这样吗？而且杨华死了，小明，我要没有人啊！你们这样子，对啊。
有了，李李南。演的是女生，好 ，OK， 来陈妈上，恭喜黑队获胜，高蛋白护肤了哈，这手，这手，这个是黄连嘛，啊，黄手，啊，地鳖虫，对，然后我们打汁，打汁，打敷脸而已，敷脸，敷脸，过敏啊，敷脸，敷脸，来了，不是你用吗？你要给别人用吗？啊，头躺出来，他很像上来上啊，啊，对对对 ，Kid 好像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很臭了，很臭哎，这是什么啊？鼻子上臭臭啊！鼻子上多闻一点，来来，动动动，这下好恶哦！哦，当天都还在恶啦，要用了啦！好 ，OK， 完成，好，好了。臭臭，这个都闻得到味道。哎，好臭哦！好臭的，好臭，好像得什么黄疸还是卡。好，那么大家努力了好几天了，终于在这时候要决战了。那把你们的得到的分数换成星球住在这里，赢家开开心心的回台北，温暖的家，好不好？输家没有惩罚，只有严惩。严惩啊！来，两位队长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，他就知道。哎，好 ，OK。你们可以决定，要由你们的 Lucky Star 来摸出，还是由对面的扫把星要一位来摸出？想选如何？不要想选呐、啊！哦，连我都会怕。不要说你们怕，连我自己都怕。三战两胜，三战两胜。我觉得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掌控。对啊，你们这样就好，给他们自己研究。对，我抽，我还抽吗？对。哥哥，你是我养头，养头。我有，放心，都咬好了。紧张哦。可以的，进去出来。黄的，黄的，黄的，黄的。好，我的提议，这三集是由余翔全起，也是由他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所以你决定要由他来决定？没有，问他们，问他们。可以啊，你我们两边同意啊？同意吗？他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啊。好了，反正我们都让，你就走吧。我下去那一颗，就是那一颗，余翔全给我。我们做节目。余翔全。他是那个叫什么？我们这三天，我从来都没有赢的感觉。